各位观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那么一连好几集呢，我们都在谈如何在紧张忙碌的工业社会现代生活当中保持自己的身心安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如何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保持自己的生命安全。我们知道在台湾公共意外还有在工作中发生的意外都非常多，那如何避免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师父。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啊，师父啊，这个常常如果看报纸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呀，今天哪一个工地啊又发生了意外啊，有几个工人受伤了。好像在台湾啊，这种因为工作上所导致的意外特别多，师父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其实这样一个动作就会意外发生，这样有你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发生意外。只要有一点点作为意外，就是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发生的叫做意外。意外可能就变成了不安全。那如果说是我们呢，不会那么的慌慌张张的，那个人呢就可能头脑比较清楚一点，那这个时候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比较少一些。那有一些呢，这不是直接能掌控的，有的是整体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总负责人啊，负责这个工程的或者是这个工作环境的指挥者，他首先要考虑到大众的安全。这大众的安全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呢发生意外，要未雨绸缪。所以是公共安全一定是先有啊整体的，然后呢再有啊局部的，然后再有个人的。完全靠个人来希望得到安全是很难的。那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我们法鼓山的工地啊，我们法鼓山的工地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过意外的。所谓意外就是在工程之中所以跌倒啦，或者是呢创伤啦，或者是呢从高处跌下来甩伤啦，或者是呢怎么样子这个危险的严重的这个伤残呢，这种事件没有发生。那原因就是一个是我们要求厂商首先要做好安全的顾虑，不仅仅是安全设施，首先要安全的顾虑先考虑到，这个第一个要先。然后呢让安全设施如何的做到好，安全设施做好以后还要求这个工作人员必须自己一定要在安全的系数之下工作，你认为安全有问题你不能工作。所以是呢一层一层的这个安全的一种要求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是那除此以外我们也要需要保险呢，所以是安全的保险。其实那个安全的保险是最后的一种措施。另外呢替我们法鼓山工作的人，那我们呢用间接的或者是直接的一些方法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佛教的气息，信仰的重要以及呢这个法鼓山精神的这个一种一种力量这个法鼓山的理念是什么，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时候，他们觉得为法鼓山工作这是为了理念而工作了。那么在理念的工作之下，虽然也是非常勤奋勤勉勤劳也会赶工作，但是呢心情是愉快的，但有一股信仰在支持他的话，这个非常愉快的。虽然也会有时间加班，有时间加工这个就是做工作的可能时间是超过了他应该工作的时间的，但是呢他的心情是平安的，他是很欢喜的。那么这个欢喜的情形下，心甘情愿的情形下，
来从事于他的工作，这个时候啊，安全要是比较安全的。是。那如果说是这个心情不愉快，这个没有一个一定的理念或一定的信仰或一定的一个大方向，那工作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啊，不是那么踏实，不是那么舒服，那这个可能安全的系数要降低多。对，师傅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台湾很多的意外啊，是因为心浮气躁啊所产生的，所以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话，可能就可以这个按部就班啊，可能会做得比较好。那么另外一个，好像大家分析就是说，马马虎虎，太马虎了，就是要，他是赶了急了。慌了，他自己的心没有在工作，或者是太累了，或者是他自己的心在想其他的事情，一方面要赶着工作赶出来，所以这种情形啊就容易出意外。嗯，因此我们希望工作的人应该呢心里头啊要很平时的自己在做什么，你心不要胡思乱想，是要心无二用。那这么说来，这个佛家的观念是在这里可以用的。是啊，这个我们叫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心要安定、这自心一处就是心安定，心安定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他们在精神上有一些安顿，通过间接的或者自己的方式啊，让他们感觉到工作的蛮愉快和蛮值得的，这个工作是他们自己的，不一定是为了金钱，或者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份呢，他们做的是做一份功德，他们感觉上就心里头觉得蛮愉快，我想这些精神呢过去有一些所谓革命家，革命家带的一些革命分子啊。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所以是呢，这个心悦诚服或者心甘情愿，愿意啊投入，像这种情形呢，要鼓励，工作都要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是属于自己的，不是属于人的，而是属于精神的，不是属于一定是物质的。是，谢师傅开示，精神的力量的确是蛮大的。那么佛法的理论呢，其实用在工作安全上也是非常有用的。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